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抗战时期在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读书，他记忆中的西南联大生活很重要一部分是跑警报。日本是把上海占领了，后来把广州占领了，把香港占领了，中国就跟海外断绝关系了。因为中国很落后，很多东西都得靠外国。从越南有一条铁道，从河内到昆明，日本就把越南占领了，天天来炸昆明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嘛，差不多两年的时间，天天还要躲这个日本飞机。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等高等学府合并而成。联大师生为了适应跑警报生活，连作息时间都做了调整。所以我们上课的时间都改了。改到上午啊，是7点钟到10点钟上课，10点钟，他准时，10点钟就发了空袭警报，就表示日本飞机来了，你们就跑。大概过个半个小时，日本飞机就临头了。他那飞机队伍很整齐，都是27架，3个一小队，9个一中队。3就27个一个大队，大队后面有的时候跟一个中队，就是36架。炸完了，走了，到了，然后解除警报，我们1、2点钟再回来，后来下午3点又上课，回来呢再上连接课呢，那么就到茶馆去蹲茶馆。他是准时。我们也准时，就跑警报，所以只能早上上2个小时，下午回来再上2个小时。日军对中国大后方实施无差别轰炸，其主要目的是消磨中国人的抗战意志。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，每个人的态度都大不相同。有的人呢，就害怕得不得了。有的人就毫无所谓。你看，有一个人，我同班的同学，最无畏，他不跑警报，他就在宿舍里。飞机来了，他也在宿舍里；轰炸，他也在宿舍里。有一次飞机炸弹啊，炸弹炸下就碎了，有这么大的大铁片那么厚，从窗子里也是飞进来，那要砸到头上，那人就完了。他的一个碗搁到桌上，把他的碗给砸碎了，冲过碗，把他罚他。后来回来啊，那别的同学就说，下回你再跑警报，他说那下回更不跑警报了，那已经被子都炸了，还跑什么？更不跑。西南联大的师资力量可说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精英中的精英。教授名录上大师云集，主持校务的校长梅贻琦先生曾是清华大学的校长。教授们在跑警报时也态度大义。这个警报一来啊，每个人的反应不同。那有的人呢，就慌不择路，跟那个耗子一样到处钻。可是有的人呢，像梅先生校长，按部当车，一步一步慢慢走，还维持秩序，说不要拥挤，不要拥挤啊！这个也给同学一个安定。你看老校长都那么稳，你慌什么？面对日机肆虐的轰炸，大
部分联大师生仍能谈笑风生。不过那个时候的士气也很高，比如说他炸了一个牛肉馆，那牛肉馆啊就贴了一个大的标语叫不怕炸，其实给他炸了他不怕炸。但这种乐观无畏并不能抵消轰炸带来的恐怖。费孝通先生在文章中记述了轰炸残酷的一面，下弹了，在阳光里一闪一闪的，在那群飞机翼下丢了一阵怪好看的小东西，随着轰轰的一片响声，响声相当沉重，地有一点震动，哭声从隔壁传来，前院住了一家五口，炸弹正落在他们头上，全死了。亲戚们来找他们，剩下一些零碎的尸体。我鼓着胆子出门去看，几口棺材挡着去路，血迹满地，我打了一个恶心，想吐。德语翻译家冯志先生一家当时就遭到了轰炸的冲击。我父母去夺景道就是这样子，一手拉着我，一手提了个箱子，一个小箱子，箱子里头就是他们的翻译的译稿，这就是两个宝贝。咚咚咚的，就是炸弹的灰呀什么的都掉下来了。接着呢，就是人家门洞口忽然间就一亮，一声灰扑就进来了。这时候那个我妈就一下就把我给摁在她的腿上，趴在我上头。当时真是觉得要死了，不过那时候死是什么我才四岁，我不理解，反正就觉得好像这回那什么了。有了胆子大，走到洞口一看，一个炸弹掉在我们洞口，没炸。当时昆明没有任何防空力量可以与敌抗衡，几乎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。1941年，日军为了袭击美海军基地珍珠港，甚至将昆明当成了练习场。一些有军事常识的人通过日机轰炸昆明的方式已看出其意图。何兆武先生写道，他们炸昆明的时候有一部分所用的战术是练习俯冲轰炸，那是轰炸海军军舰的战术，所以预言日本是要南进。后来果然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。1938年到1941年，昆明遭轰炸155天，由日军轰炸，一共轰炸了322次。1941年12月20日，日本飞机如约而来，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跑警报。大家刚刚跑到山上，突然看见几架美国飞机划过长空。昆明的天气都是非常好的，蓝天，一色的蓝天。那天下午，大量的飞机在天上飞，那是美国飞机来了，第一次来。那时候都是 P-40。站在小红山上面，上去看着昆明山。飞虎队的飞机在跟日本飞机在空中格斗了嘛？那么他们青年学生就看到一会儿又打下一架是日本飞机。你一看那个样子，你听他那个声音，你听他那个速度，都比日本飞机高明。你冲下来，你飞上去，在这个天上转。大家来了，当然中国也很高兴。战狼把那个日本飞机啊放到那个市中心，战狼日本飞机打下来的，
十架飞机，日本人也很惊，就是那是最后一次轰炸，再也不来了。人们目睹的便是著名的美国援华航空队，昆明人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“飞虎队”。飞虎队的创始人是著名的陈纳德将军，他是20世纪20年代世界上最顶尖的飞行员之一。他创造了一套以战斗机制胜的制空理论，可惜这种理论在美国不受重视。1937年，他被迫退役，来到了中国。他需要有一个机会在战争中检验自己的理论。美国总统罗斯福授权陈纳德成立美国航空支援大队，大本营设在昆明。他来偷袭也好，来炸也好，日本飞机啊，他付出相当的代价了。就是呢，我们就感谢啊，飞虎队，感谢自然队，感谢陈纳德。美国空军首战告捷，让饱受日机蹂躏的中国军民欢欣鼓舞。P-40 战斗机上画着鲨鱼的血盆大口和一双邪恶的眼睛。有一种说法，这是因为作为海洋民族的日本人害怕鲨鱼，但身处内陆不认识鲨鱼的昆明百姓给他们起名飞虎队。美国大兵接受了这可爱的名字。不久，飞虎队在美国也名声大振。美国迪士尼公司的创始人华特·迪士尼亲自动手设计了它的标志。这只张着翅膀的老虎跃起扑向目标，老虎的尾巴高高竖起，与身体共同构成了象征胜利的微型的图案。后来，飞虎队战机上的鲨鱼头标志就被飞虎标志替代了。我现在展示的这个呢，就是飞虎队的这个徽章和帽徽，还有飞行章了。而这个帽子呢，是那个美国空军将官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金丝银线的这个镶边，那么它就证明它是一个将官的。这个呢，就是飞虎队的皮带扣，你们可以看到它那个很明显的这个飞虎队的标志。飞虎队后来被并入新成立的中美联合航空大队，但百姓仍习惯称他们为飞虎队。当时大批年轻学子被调入机场充当翻译人员。那时候呢，我们就调我们这些搞英语的学生调去给他们做翻译。我那个时候深深感觉到一般美国人的豪爽，很友善。飞虎队这些队员啊，快乐的人，快乐的群体，小孩一见到他们出来以后，老美顶好，有的呢是两个指头啊跳起来，有的是掷一个，还有非常大的顶好顶好，他美国兵也会说。也学了顶好顶好顶好，也像我，也像中国的小孩围着带他的顶好顶好。他们还喜欢一些小孩经常开的车，开的吉普车什么的往那边顾，这些小孩就知道有糖吃了，他们就跟着跑的话，那没顶好的话呢，就能得到一些糖果。1942年，驼峰航线开辟后，源源不断的抗战物资从印度运到昆明，普通百姓和学子们也能感受到物质生活的改善了。因为需要大量的翻译官呢，就大量的同学都被征召去做官去。原来因为空保我去了以后，怕他们看不起中国人，那实际上呢没有，所以翅膀呢是跟他们呢飞行员在一起走餐厅吃，桌子上摆呢主要是面包，那另外呢一定有果酱、黄油、花生酱。星期天我去看他，照顾我，
吃他们跟那个美国大兵一样大鱼大肉的吃，一个星期吃一次，吃完了还可以洗澡。物质改善的同时，贪腐和走私也大为盛行。东西呢可以随便卖，这个总部的一个大仓库，全部卖给中国军队，有辆大卡车就把我们餐厅仓库呢黄油拉走了，我也不晓得拉走了干什么。第二早晨吃饭，餐桌上没有黄油，怎么今天没有黄油吃？他说，大家都分到钱了。就不讲了，叫我不要讲了。我们也穿新鞋，哎，那都是这个私货，走私的。他们的衣服质量比我们好多，他那个军服那个卡其布的呢，叫丝光卡其，就是走私，在中国的公开的走私了，街上摆摊儿，就是，那你就可以去买，那当然便宜的多了。不过也还是买不起。我跟他们搞熟之后，有一次我就跟一个上尉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，哎，明天你把我带去，我在你这个飞机上去，就是要轰炸了。他们也都二三十岁，他就答应了。可是那天晚上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消息就透露出去了，结果他们那领队的上校。美国人身后把这个家伙骂了一大顿，骂了一顿，说你怎么能搞这种事儿，是吧？说他倒没说什么我的安全了，没说这些。他说，你知道多一个人就少装一个炸弹，你要是带一个人100多磅，还不如再加一个炸弹呢。飞虎队被正式纳入美国援华正规军后，陈纳德被任命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司令官。陈纳德一直建议对日本本土进行空中打击。1943年1月，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的会议上，罗斯福强调定期轰炸日本将大大的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。最早是 B25， 后来就到了 B29 了。那时候飞机起飞轰炸日本去。1942年4月18日上午，16架美国 B25 轰炸机从距离日本海岸700英里的美国大黄蜂航空母舰上起飞，轰炸了日本的海军造船厂和大阪、神户、名古屋多个城市。这是盟军对日本本土的第一次打击。对于坚信本土固若金汤的日本人而言，这次打击的震慑力巨大。执行第一次轰炸东京任务的美军飞行员杜立特，在他的航空日志上记录了轰炸实况。我们一下降到房顶高度，然后钻进东京西郊低空的烟雾之中。当第一批轰炸机掠过上空的时候，人们不约而同地向头顶望去，人们在挥手，他们以为是日本空军在做表演。只有当爆炸响起，他们才知道这是真的轰炸。这次日本人首次尝到无差别战略轰炸的滋味。次日，昆明的餐馆里就多了一个新菜名，炸花生米变成了轰炸东京。美军的炸弹上写着这样的话：我们不想燃烧世界，只想燃烧东京。16架飞机完成任务后，并没有返回跑道短小的航空母舰，而是降落在日军占领下的中国领土上。
80名机组成员，除9人被俘，全部被中国百姓救起，辗转送到了后方。那个飞行员呢，中国的国旗背在背后，就是南华驻扎亚人，精明一起救护。好，这个就是飞虎队最著名的雪服。那么就说这个雪服为什么会有呢？因为当时在飞虎队的这个一个次作战当中，就说他被击落以后，被当地这个中国老百姓和土司给围住了。最后呢，还好是后来赶到救援的这个人员说明了情况，他才得到了逃生。所以后来这个中国政府为了这些，就是说来华驻战的这些洋人的这个安全，那么就把这个雪服分发给他们。那时候那些飞行员头一天在营座上吃饭，第二天没了，那架飞机没回来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所以这个生死啊也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没有说是头一天还在就是这吃饭，然后第二天这架飞机没回来，于是大家就哭啊什么的，没这事儿，就好像这就是生活，所以这是常有的事儿。每次飞行员从昆明出发前，程纳德将军都要为他们这样祷告：小孩在战斗中成长，渴望和平和安宁。但是困窘的房屋会倒下来，地球将会变为废墟，你们将会看到野蛮或粗鲁的事物会没有生命，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才能生存。那些加入伟大壮丽事业的，可以获得幸福的生活和安宁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投降，在中美联合航空队的大本营昆明，人们陷入了狂欢。哎呦，我一听什么投降，我就把那个锣脚敲的，把这床板，那时候都是铺板嘛，敲的当当当的响，那就喊日本投降了，日本投降了，高兴的不得了。大家都是非常高兴，买点酒，买点吃的，一边喝酒一边吃。也有十几个同学呢在那吃，吃了就有3个人当场就神经错乱，喝酒又喝多了，又哭又笑又骂又什么的。这美国警察全都是欢呼跳起来，说马上要回家了。现在机场是很快的了，家把你背的东西全打个架，打个架子架了脚。就看着这条街上，哎呦，个舞龙的呀，什么的，这个跑汉船的呀，什么的，看我花了眼了，高兴极了。